平平除了做事能干之余，最欣赏就是他的人有爱心、同理心，同埋有坚毅的精神。因为我真的很记得呢，大约两年前那时人只得一个 PCA 呢，是做这个 TCD， 即是颅内血管检查的。那我想多个人帮手，但大家都知道呢，做 TCD 真的不容易的，又要记住血管位啦，又要英文啦，又要评核啦，又要考试，又有耐性。那我平平呢，他很好，他说他想接受这个挑战，通过所有的评核啦，咁啊攞到个专业资格，咁而家可以帮呢个病人做 TCD。最多谢系经理同一班同事啦，多谢佢哋赏识同包容，得到呢个奖项系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鼓励。中意面对挑战同埋尝试新事物嘅，多得各位同事，我先可以慢慢上手，而且我觉得有挑战先有进步嘅空间。最想是可以用我学到的知识去回馈病人，还有感染一班身边的 PCA 同事一起努力去学习。